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7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www.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预算案全文和摘要单张。摘要单张亦会在主要港铁站指定的商场和地点派发。